Action。好。好。目前有声音吗？可以，如果有声音的话，可以跟我回复一下，我们才会知道说一切都正常。我们真的很担心，就是又听到一个默剧式的直播。嗨，大家好，有声音吗 ？Hello。有声音的话，可以给我一些回复，我们就知道就是粉丝们都 OK 的这样子。大家设备都没问题。150了，179了，怎么那么快？好的，那我们来不及闲聊，我们今天就直接进到我们的主题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的话就是 UNIQLO 感谢季正式开始咯。那除了感谢季之外，还有看到我们身后这些商品，还有我跟雨云今天穿的单品，就是我们跟 Jennifer 秋冬款联名的商品，也在今天抢先全亚洲。对，抢先全亚洲，台湾是全亚洲第一个上市。对，台湾是全亚洲第一个卖这一系列的商品。但是因为物流的关系的话，某几个单品的话还是会延后上市的，所以一些商品的上市详细的过程的话，再麻烦粉丝朋友们可以看一下官方网站的讯息，那边会有公告，就是上市的日期。以及今天的话一样，你可以透过 IG 的首页，我们上面有个网站，点开就是我们今天直播一些商品的一些页面，你可以直接中间做选购跟加入购物车。那中间如果你有碰到尺寸的问题的话，也是可以跟我们做询问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直播的话会先跟大家讲一下关于感谢季的一些相关的活动跟优惠资讯嘛，像有没有很多的优惠商品，比方说限定价特级羽绒系列的背心，还有这一款设计款的外套。对，女生的话也都有做同步的优惠折扣，每一件的话都是限折500元，2990变成2490元，然后背心的话是1490元变成是990，男女款都有做这样子的优惠哦。然后再来它发热衣有什么样的折扣呢？冬天最重要的发热衣折100，对，全部都是490元，全部都490元，所以其实蛮好买的。所以如果今天真的准备要变天了嘛，很怕冷的朋友们的话，其实可以在这个时候先来购买。那感谢季除了有商品的优惠之外，我们当然还有赠品的相关的资讯。雨云手上抱的这个是什么呢？哎，粉丝有问题，请问这次有？这是 JWNS 有出牛仔洋装吗？没有。但我们自设的话，有一些牛仔刷色的洋装也在上礼拜新品上市，你可以看一下洋装的分页。对，然后今天的话就是为了感谢 UNIQLO 的粉丝，满2000会赠送笔记本，非常可爱的颜 色，是很厚的笔记本。嗯，对。如果本身是手写控的话，可以考虑收藏一下，或是当贴纸布啊，我觉得就是可以做一些收藏跟纪念这样子。对，好的，那我们大家应该敲完很久，就是关于那个抽奖的，我们还有今天感谢季的活动是抽奖的资讯哦。今天你只要在直播观看到最后，然后我们会公告我们通关密语，你只要在最后的时候留言留下公关密语，我们会抽2位 IG 的粉丝可以获得语音现在背着的毛毯哦，它是1290元的刷毛毯，你今天留言的话就有机会可以免费获得。他们说可以挑色吗？不行。打没哦，但就是有机会可以获得啦，还希望粉丝朋友们可以就是帮我就是疯狂的刷留言，对，然后呼朋引伴一起帮忙留言，搞不好你们家也获得一条免费的毛毯了。好的，那我们相关的活动资讯就先到这边，我们就进到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就是关于 Jefferson 的开箱活动。那今天的话有三个主题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的话是复古外套，再的话是刷毛系列跟我们的家居服系列。那我跟雨云今天穿的话就是复古外套的材质的介绍，那雨云这边先吧。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身上的教练外套。那他会这次 JWA 会出教练外套，会是因为他们家族有非常多人是从事运动，所以出自于对家人的情感，他就出了一个教练外套。那它的材质也是非常舒适，那有一些小细节，它是双口袋的，然后是配底外套，还有它的袖口是非常特别。一般的袖口都会设计是只有一个条纹，那它是双条纹，然后袖口的话螺纹的设计有比较长一点，非常可爱。然后其实配底的材质的话，它有点类似铺棉，所以它其实也是有发热的效果在。所以如果你今天觉得羽绒外套穿起来很肿，或是你不喜欢那个羽绒的线条的话，其实这种配底的铺棉材质也是非常好的秋冬的外套。对，是很适合现在台北的天气。然后里面的话还有一个抽绳，是坐在里面的，是可以抽绳的，很可爱。然后还有我身上的克什米尔围巾，它是做一个拼色的设计。它是学院风，对，很学院风，很可爱。这个配色是史莱哲林，是，对，我是史莱哲林派。然后呢，它是不太会扎脖子的，所以材质非常舒适。
然后还有我身上的法兰绒舒适长裤，那大家可以，对，它是棉质的棉质舒适长裤，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长度是很长的，是有一点点。它的打折是刻意的吗？对，是哎，它是原本就是打折的。然后它的版型，它的长度是很有垂坠感的，但是它又它的挺度又完美展现了它的宽度。对，所以穿起来非常好看。有人问那个外套多少钱？对。这外套是2990，二九九零，二九九零，男女生都是2990。对对 对, 对。那这边是女生的部分嘛？再的话，像男生的话也有出同款的 Patty 教练的外套。那它这比较特别的话，也是做菱格纹的设计，但女生的话是长线的，然后男生的话是做就是缝线的部分。那再的话是比较粉丝还有个小问题，他们想看那个感谢季的赠品。OK 呀、啊。第一弹的话是我们刚手拿的那个笔记本嘛。再的话，第二弹的话会是下个礼拜开始的，是我们的这样子的保温瓶，然后一样有两个颜色，很适合露营的时候携带，我觉得蛮好，或者是一些上班族他们可能就是在家带一些热茶、热咖啡，或是简单的热汤、热粥等等，然后带去公司，它这样保温的效果的话，可能中午吃是 OK 的哦。他们想问你们的身高哦，我173。然后我是161，然后他们穿的尺寸，你们的外套。外套的话，我是拿 M 号的，穿起来比较有宽松的感觉。如果想要再宽的话，我觉得还可以再往上拿一个尺寸。然后裤子的话是拿 S 号。裤子多少钱？裤子的话是1290。这一次 JWS 虽然是秋冬款联名，但其实价位都蛮亲民的，价位很甜。那我自己这边的话是173公分，然后我的上衣的话是拿的是 M 号，裤子的话是 S 号的部分。那今天的外套的话刚接到一半嘛，像它里面的内里都是做这样子的格纹的刷色，然后里面的话口袋的话也都有做一个暗扣，然后里面的话所有的扣子啊表面上都有做这个 JWS 的这样子的刻印在上面，所以其实是蛮多细节的。然后里面的话一样有做抽绳，所以其实最近很流行那种空气感或是泡芙的式的穿法，你只要把扣子扣上之后把这边竖起来，其实这边的话就会看起来身体变很短，脚变很长，其实看起来就会显得你腿很长或是显得很高的那种感觉。那再的话它的单价它是跟女生一样的价格，然后颜色的话也是两个颜色，两个颜色。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它的黑色的话，它里面的内衬就会换成蓝色跟橘色这样子的菱格纹的车线，我觉得现在蛮可爱的。然后厚度不会到很厚，所以如果今天是台北的朋友们想买的话，建议里面还是可以穿一些像我身上这一件帽 T。那中南部的朋友可能天气真的还没有到这么冷的时候，其实里面单穿短袖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那帽 T 的部分的话也是全台都有在做贩售的单品。那它比较可爱的是它的车线是做外车线这样子的设计，然后都是撞色的这样子的组合，然后跟它的鞋带啊，它的绑绳的话是做那种麻绳的这样子的材质，所以其实看的话就是蛮有乡村气息的。然后还有另外两款颜色非常可爱，很撞色。这两颜色其实蛮适合给女生朋友们想要穿搭也是，虽然它是男装，但其实 JWS 本人的话很早就在开始做一些服装的去性别化，所以其实它会把很多可能男装里面加入一些女生也很可以驾驭的颜色或是小细节设计在里头。像这边的话就是米色配这样子的红色的车线，其实女生穿这个颜色或者这一种军绿色搭配芥末黄，其实这个颜色我觉得很实用，是你明年春夏继续穿也是可以的，因为其实这颜色是春夏蛮流行的颜色，可以只要1290，而且只要1290，然后全台都可以买，全台湾都买得到，包括网络门市今天就可以下单咯。然后这一件帽 T 我现在穿的是 M 号，现在穿的是 M 号，173公分拿的是 M 号。帽 T 多少钱？1290。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单穿帽 T 的样子是差不多这个样子，长度的话会盖到屁股一半，173会盖到屁股一半。然后再的话，裤子的话是法兰绒长裤，那它其实的话不是一般的长裤，它是今年的这条裤子的睡裤，你还好吗？对，这里有点忙你。好，那这个裤子的话比较特别的是，它是睡衣的材质，1290元，但你可以同时获得上衣加裤子。虽然它是睡裤啊，但我们今年有做了很大的改良，是我们请问里面有没有刷毛？它裤子它里面的话都没，它是一般的法兰绒而已，所以没有做刷毛，所以这种天气穿的话其实也可以穿。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它有做四个口袋，所以它即便是睡裤，你要穿出门放钱啊手机都没有问题。前面两个，后面还有做两个，一般的睡裤很少会做这么多口袋，所以我觉得它其实你想要穿出去出门也没有问题。腰带的话也都有做内部的松紧带。
所以这个的话是蛮好穿脱的一个单品，然后腰围的话都是做松紧带的部分，其实也非常的好穿哦。上衣，他们想看上衣细节。想看上衣细节、好的，没有问题。口袋的车线、那个、休闲服上衣，休闲上衣吗？哦，好。这个的话，待会的话我们也会请就是下一组的这个穿搭顾问们跟大家做一下详细的介绍。那它的话厚度的话也没有到很厚，它是属于棉质的，裤子是法兰绒，上衣的话是棉质的材质哦。然后袖子的部分的话，再是拼接法兰绒的部分，所以其实蛮可爱的。然后裤子他们想看松紧带。对呀、啊，这边松紧带的话都是蛮好的，然后就是弹性上也够，然后也有裤管，它的裤管、裤脚，对，它是直筒的设计。对，它是直筒的设计，然后裤管的话都是整件都是法兰绒的，所以其实穿起来真的是蛮亲肤的。嗯，然后他们这样一整套的话其实很便宜，只要1290元就可以获得衣服跟裤子。嗯，还可以顺便拿到赠品啊。对，很好抽到赠品。好，那其实刚刚就有说完，我们还有下一组的就是造型顾问，然后其实蛮多粉丝朋友有在敲碗说我们都一直讲小尺寸的穿着，因为毕竟我偏瘦，然后又可怕其实也偏小只一点点。那我们今天的话就有特别邀请到台北店的就是我们的小小的店草代表，我们的孝轩，178公分的孝轩，给大家示范一下男装 XL 或是 L 码该怎么挑选，就是 JWSN 系列。那我们欢迎我们的最萌身高差，耶耶、yeah, 我们的孝轩跟我们的袁心，耶、yeah, ，Hello， 大家好。来，你先跟大家自我介绍吧。好，我是号称台北店的店草孝轩，对。然后我的身高是178，对对对。然后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身上的衣服的尺寸。那袁心，嗨，大家，我是造型顾问袁心。好，那我们先从孝轩身上这一套来讲好了。来，秋萱，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套是 JW Anderson 系列的，然后它我 上面这一件呢是毛绒刷毛的外套，它是布劳森外套，然后它有很多设计都是像这种英伦式的格纹拼接，然后它连这里这种领子的地方都有做那个设计，对，然后裤子的话它是刷毛长裤，刷毛休闲长裤，然后因为冬天睡觉嘛都很冷，所以我觉得穿这一整套睡觉。就是寒流或什么来，绝对都是最温暖的睡觉。对，然后你说，而且它还有这个，就是对小口袋设计袋、欸。对，它这个其实可以穿出去，像你去倒垃圾啊，或者是你晚上想要肚子饿，想要去便利商店买东西的话，其实都可以穿出去。这边可以放钥匙啊，放零钱，或者是放一些小东西，其实都是可以的。然后它这次的裤子是有就是做束口设计的，跟女生比较不一样。等一下袁心会介绍，它有做束口设计。对。好，然后这一款呢、啊，它有两种颜色，就是我身上的绿色跟这一件跟这一套蓝色的，然后可以成套搭配。对，它可以整套做整套的搭配，对，然后都蛮好看，然后也蛮舒服的，然后重点是它也很轻。对，对，穿起来看起来好像有点分量，但它其实拿起来跟穿上去是没有负担的。那、你想问造型顾问身高几公分？身高178，穿鞋子180。嗯，请问你穿的尺寸？哦。上面这件外套的话，我穿的是 XL 的，因为我比较快，然后就是肉比较多一点，对，然后就是，然后里面穿的这件是 L 号，然后等一下会介绍，然后裤子的话是 M 号，嗯，那你里面搭的是我们家的宿舍 T 恤，对，是不是大家都以为里面是 U 圆领 T 或者是一些宿舍拽 T？ 没有，我跟你说，这一次呢是 JW Anderson 的宽版休闲服组，然后他这次也有做这种拼接设计，真的超可爱的。就是在家里穿也很英伦风的感觉，睡觉也可以很英伦风。对，然后它 这一套的话也是有出两个颜色，对，它可以做整套的搭配。但是如果你比较冷，你还是可以穿 这件刷毛裤这样子。对，然后它也是有两套颜色，就是刚刚凯凯穿的那一套的颜色。嗯，对。然后我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袜子，每年都有出的袜子，总共有六种颜色，六款。然后它一样是格纹跟拼接色的部分，嗯、对，总共六款。给大家看一下。六款。然后上面一样都是会有我们的 JWA 刺绣哦。嗯，然后两双是390，对。然后它这次出的是那个 Heat Tech 系列的，是有保暖设计、保暖机能的，对，就是冬天穿的话也很适合。对的。大家想要问你身上的衣服多少钱？你说整件的，它家居服组一整套的话是1290，一整套买。对对对，然后我的外套的话是1490，然后你的裤子是1290，对，就是如果你要凑那个感谢季2000块，非常好凑，你直接买一买就直接笔记本带回家，真的好学生，对，笔记本上课抄笔记用。好，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圆心身上这一套。好，那我身上这一套呢，它的配色其实也是非常的哈利波特风。然后呢，它裤子的话跟男生不一样，就是它其实就是做宽裤设计，男生的话就是束口裤。对，那我身高155公分，体重42公斤，我穿的话都是 S 号。然后呢，裤子啊，我穿其实是有一点稍微落地，有点落地的感觉。对，其实如果比较高的女生应该是可以稍微露出脚踝，然后再配个我们的袜子，其实就是很缤纷很可爱的颜色，很适合过圣诞节。多少钱？他们想问多少钱。上衣跟裤子呢都是990元，都是990，非常便宜，1000元有找。然后加上现在感谢季优惠这么多，大家一定要赶快来逛一下。然后我身上这个毛帽，头上这个毛帽啊，它总共有三个颜色，这边也是一样做这个拼接设计，拼色设计的。对，他们想问那个刷毛的材质，他们想近看。好啊。对，它是什么样的材质？哎，摇粒绒。对，其实它材质跟刚刚那个不劳生外套其实是一样的，就是这种短毛刷毛。那个对，短毛。OK， 然后这边一样会有那个反车线设计，撞色。好。然后帽子的话就是三个颜色都是很好搭配的。好 ，OK。帽子的话，请问是多少钱？帽子是1290元。它材质很舒服哦，然后它是螺纹设计的，它戴起来就是很温暖。嗯，它非常保暖，真的。它材质也很舒服，不会说就是扎脸，然后扎手什么的。而且1290这个价格是不是可以拿来做交换礼物？可以，哦，可以。还有刚刚我们介绍的那个袜子啊，其实去年大家也超喜欢买它当做交换礼物的，所以。我们这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可以提供给大家。对，万圣节快到了。万圣节，圣诞节，对不起，圣诞节，抱歉。对，圣诞节。好 ，OK。好，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还有一个更舒服的组合？没错。我们有更厉害的那个家居服组套组，都准备好了。天啊，看得很想睡觉的。那我们就再欢迎刚刚的凯凯跟雨莹，耶！好的，我们的话就是睡觉形态的终极，对，睡觉就是完全是可以很臭，直接躺在原地直接睡着的那一种。对，然后我今天的话就是试穿的是我们的男生的，我们这是敲完很久的班杰明的休闲上衣。然后这边先跟粉丝们说声抱歉，他的小表弟就是彼得兔，他本人因为物流的关系，他可能会在12月中才会做他的 UT 的上市，但大家可以先把他表哥买回家，就是班杰明的部分。对，那我173公分，我现在拿的尺寸的话是 M 号的休闲上衣，然后这边的话还有另外一个颜色是米色的部分。米色的话其实也是蛮不挑肤色的一种选择，所以粉丝朋友们的话也可以考虑带这一个，女生一样也可以穿哦，因为它其实本身是做 oversize 这样子的穿法。哪里可以买这件？这个的话也是全台湾包含 EC 网络门市都买得到哦。然后再的话是今天最烧到我最想现在就回去买的就是这一条宽裤，跟雨云这一条宽裤很舒服。对，这个的话它是女装的百绒宽裤。那雨云你拿什么尺寸？我拿的是 S 号。嗯，然后我173，我拿的是女生的 L。 但因为我今天穿的是比较厚底的鞋子，给大家看一下，它其实是以我173公分穿的话还是微快要落地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宽裤的话其实男生朋友们一样都可以做购入，我觉得是还蛮好看的。它本身的话够宽，然后一样有前后4个口袋。然后补充一下，它一样是这一块，它是做的特别挺的，所以它一样是有把它的宽度撑起来，然后是有一点点撞色，就不会显得好像很没精神这种感觉。他们想看那个直接拿一条裤子，对呀，对。哦，裤子也先等一下哈，来，彼得裤子休息。这边，然后刚刚就是有不好意思不小心讲错，就是这个是女生的宽裤，没有那个男生的话，另一个成套是别的颜色。然后它的话其实是可以像云这样子做成套的睡衣式的穿着，这还蛮可爱的。刚好就是快要到圣诞节嘛，可能跨年还没有想到什么行程，没关系，我们就揪好朋友们一起来开个就是睡衣的 dress code party， 所以我觉得这还蛮可爱的。绑带是什么？他们想看绑带。绑带这边，它的话也是属于这种宽的这种的鞋带绳，所以其实还蛮可爱的。然后这个颜色的话是黑绳，然后女生这个的话是白绳的，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颜色是绿色的，在这边就聊一下哦，也是米白色的绑绳在这边。它的口袋是不太一样，它口袋格纹好像跟人家不一样，它口袋的格纹跟外面的格纹，胸口的口袋它是斜的。
对，就跟这个一样，它是故意的。它下面的宽裤的这个设计也是斜的，然后口袋也是斜的。然后这边的话都有做 JW Anderson 的是刺绣，它不是印上去，它是刺绣的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设计，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手工刺绣所以很适合，其实有时候穿出去你搭一些牛仔裤什么都 OK。对，所以它这个的话，它这边的部分的图文是跟裤管这边的是比较一样的，然后跟裤子的本身又会做出一点点落差，所以穿起来就会比较不会说啊，你是不是在穿睡衣出门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其实这个话你本身你要做单穿，因为它是开领的设计，你做罩衫穿其实也蛮可爱的，或者是你可以搭在大学T里面，然后露出一点衣服的下摆做渐层，也觉得也是一个选择。对，买一件家居买一套家居服装有非常多穿搭的选择，蛮可爱的。对。然后你身上这个是你要准备要睡觉了吗？这个对，可以睡。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抽的毛毯，给大家看一下大小，是这么还蛮大的，这么大。然后整个就是圣诞节的气氛非常可爱。然后包起来的话，一样是旅行组可以背在身上的。然后它的绳子是可爱，每个都不一样颜色。材质的话，摸起来一样是不会扎，很亲肤，很舒服。然后它是有一点点厚度的，对，是这样。然后它多少钱？它只要1290。这个的话是1290，或者是你待会留言手速扣快的话，你就可以免费获得它。就免钱。对对对 对, 对，我们就比手速。我想看兔子，他们想看兔子的细节。兔子的话在这边，那它的话两个颜色的图案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十二月中会再上一个 UT， 那它的 T 恤的话会是另外一个兔子的图案，彼得兔本人，是彼得兔本人，这是班表哥先来，他表哥先到，先对，后面的话是纯素的，然后像我刚刚说的，它可以单穿，或是里面你可以把帆龙垫在里面，然后做出这样子的渐层。眼尖的朋友们应该有发现到，它其实它跟兔子班杰明本身的配色是一样的。所以他把班杰明本身他用的是非常像法兰绒这样子的颜色在里头，所以我今天这样穿的话也蛮和谐的。所以如果粉丝们就是不知道该怎么穿这种很花的裤子的话，其实你可以从同色系或者是成套式的方式去做穿着。内里有刷毛吗？这件没有哦，内里没有刷毛，它的话只是一般哦，这个吗？兔子的，它的话也是一般的棉质的。所以其实以目前的天气来说，如果是台北的朋友们穿的话，可能里面还加一个发热衣，或者是买上我们限定商品的羽绒背心就可以了。那中南部分的话其实单穿是非常的适合，然后下面的话可能就是配个短裤啊，配个九分裤，然后轻薄一点点的话，其实以目前天气来说我觉得蛮适搭的。粉丝在问后面那个枕头是什么东西，好，被发现了，它的话也是这一次的商品。然后很厉害的是这个枕头，我跟你说不得了，它是可以拆的，它是可以拆，所以你如果今天就是可能抱久，你换季你想要清洗的话，因为其实蛮多抱枕是你只要要洗的话就是整件报销，但其实这个可以是你可以把整套拆掉，你洗整套就好，然后你整新还是可以做留着做更换。然后它的话是撞色的组合，有两个颜色，是橘色的，可爱。然后它这边前面的话有 JW Anderson 本人的这个 logo 在这边，它跟毛毯的材质是一样的，一样是很轻肤不扎手，有一点点厚度的。它总共，它的正反面颜色是不是不太一样？正反面不太一样。而且最厉害的是这个单品的单价竟然只要790元 ，JW Anderson 的抱枕只要790元，我觉得千元内即可入手，真的是可以抢爆它。它是限量的，它是限量的。对，这个卖完就没有咯，这个很可爱的东西，真的麻烦手刀把它抢起来吧。对，网络商店直接点起来。对，网络商店或是我们直播页面，你可以直接下单，然后就到你的购物车里面咯。然后两个颜色要记得看好你想要的颜色哦，橘色的跟这个白色的那种圣诞树的配色。粉丝朋友们可以再帮我看一下，或者是最好就是连毛毯一起带。因为它本身的话是跟毛毯是做一样的材质跟设计，所以我觉得一起戴的话就是蛮可爱的，舒服加舒服，对，最舒服。而且两件加起来就超过2000块就可以了，就可以拿到一个笔记本，就可以很舒服的躺在床上，很chill的，就是看韩剧，然后写下就是一些今天的心情跟小金句，又知性。对，有人想要问那个外套，你们一开始介绍的布劳森外套，布劳森外套可以啊，慢慢来，你要问男生还是女生的？应该都想看。好啊，那我来拿这个，你讲一下男女生的。男生的，男生在那边，也在那边。女生的话，我刚刚有发现一个很特别的，是它的领口这边，它是做很宽的，就是不是像一般的。一般的外套领，它是这种有点特殊的这种大领，对，它这边是做的特别宽，很可爱。
样。然后还是双口袋设计。对，双口袋。然后这边拉链是红色的，然后有个小巧思，有个小设计。有人想要听羽绒背心跟外套？好，来，我们来了。感谢季必买的单品。有问题。那这一次感谢季的话，特价的会是男女生的羽绒背心跟指定款的羽绒外套。然后这边的话，先跟粉丝朋友看一下，就这一款单价的话是2490元，刚好讲错，那它会一样折500，变成1990元。然后再来的话是我们的这一款的，它的话是1490元，只要990元，都有做相关的优惠活动哦。那它今年的话，羽绒背心男生的话是有它的车线的间距是有加大的，所以看起来的话就会比较蓬，然后相对来说它也比较不会显得很臃肿。请问是今天开卖吗？哦，今天开始做活动限定，今天开始。感谢季是全台都有。嗯，全台湾包括网络门市一起做这样子的优惠活动哦。然后本身的话，轻羽绒，所以很轻，然后又可以做收纳。然后详细的就是收纳方式的话，大家可以再帮我们看之前有一集就是羽绒服的特辑，我们就是有快速30秒收羽绒球的这样子的比赛，可以大家看一下 IG， 当时是 Ruby 有在做这个活动。好，然后它本身穿起来的话，本身是做蛮适中的长度，没有做特别加长或加宽，所以尺寸它按照你一般拿就可以了。那我们拿的是 M 码的，长度的话差不多是跟我的休闲上衣切齐，然后落在屁股中间的位置。然后比较厉害的是它立领的设计啊，其实你本身把它完全拉起来的话，它就变成围巾的效果。所以你如果今天是脖子很怕冷的朋友们，其实这款的话是蛮适合的，一样可以保暖到。对，而且只要990元，只要990元。然后再来的话是，里面的话还有做口袋的设计，就是除外面有之外，它里面的话有做这个小小的车线，里面也是一样可以放东西。然后最贴心的话是我们所有的商品现在都有中文式的洗标，所以如果你碰到真的不知道羽绒服该怎么清洗，毛衣该怎么清洗的话，往里面翻一下，这边都有中文的说明哦。然后这款也是薄款的，这个也是很轻的。嗯，它超级轻的，然后很好收纳在包包里面。他们想问这次薄款的外套有特价吗？没有，轻薄型的羽绒外套跟背心这次还没有做活动，目前只有针对我手上拿这一个跟刚刚说的就是设计款的有在做特价而已。嗯，好，那我们活动的话差不多直播快要到尾声了嘛，我们刚刚说我们要准备抽奖，那我们抽奖的赠品的话是我们的毛毯，大家可以准备好你们的键盘咯。那待会的话我会倒数321，然后你们只要帮我输入 Uniqlo 感谢季， Uniqlo 感谢季，小编应该在帮大家输入范本了。好，那待会的话我们倒数完321，一喊完之后我们就会立刻截图，我们就会抽出最快的两位粉丝朋友们，然后我们会在线上念出你们的 IG 账号，到时候再麻烦你们私讯官方的 IG 来详细的那个领赠品的方式，我们会再跟你做联络。大家都准备好了吗？大家都 ready 了吗？小紧张，小紧张，要准备截图咯，小编们。好，那我们要倒数，我数到一就要贴哦，来咯，3、2、1，是哪两位幸运的朋友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好紧张哦。大雷嘎，大雷嘎，来，小编麻烦把名单递给我。1290元的毛毯落入谁家呢？来，好，好，恭喜我们的那个刚一直跟我们聊天互动的 LIULIU0913。以及我们的 KEN40263364、KEN40263364LIULIU0913 两位朋友，麻烦你们帮我私讯一下 IG 小编说你是刚刚留言得奖的那个账号，我们会再跟你联络详细的赠品的兑换流程。好的，那我们今天接待 Vanson 的开箱还有我们的感谢季的直播就到这边了，那我们请我们两个最萌身高差，我们的格兰芬多小多比，还有我们的叶罗小电脑少轩。大家想问这些东西都是今天开卖对不对？对，今天抢先全亚洲台湾开卖哦。然后今天还有什么感谢季？感谢季的优惠，消费只要满2000块就可以获得我们的笔记本。然后第二弹有什么？第二弹的话是保温瓶，然后笔记本有4个颜色，我们一人拿一个颜色好了。那请问感谢季全台都有吗？对啊，全台湾跟网络门市都有哦，赠品资讯跟还有优惠的价格资讯都是同步的。好的，
那我们跟彼得兔还有跟大家一起说拜拜吧。那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咯，拜拜。拜拜。我的彼得兔。